魔王来了一路啊。我今天还好吧？说实话，你今天这样真的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很难得，因为女儿上全天班哦，就是上课不是全天班，上全天课，幼稚园终于上全天了，我就稍微比较可以就是整理一下自己了。但是我就是还是发现，我现在卡在一个，就我的头发就是也是不长不短。然后我虽然比较可以稍微是打扮自己，但是我觉得头发还是不好用。尤其是我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其实现在最多的还是就是这种绑低马尾，因为绑高马尾的话，我下面的头发就虚虚会露出来。然后要不然就是自己就是旁分，就是我通常是选，就像新梅姐讲的，我很比较少会两组都弄好。我头发吹顺了以后就没时间了，女儿可能就醒来了，你就干脆戴一个大墨镜，戴墨镜、okay. 然后有头发稍微绑一下，你看这其实就是比较素颜，会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。嗯，所以我就觉得想要找一个可不可以就是好整理的头发，看起来可以恢复像他们，哇，每个都是少女，然后自己在家里稍微整理一下就会不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比较有空，终于可以下午跟老公稍微约会一下了。嗯，想让他看到我还是像黄脸婆，然后就是很可怕，这样子很重要，真的。好，露姐可能平常在家根本没有时间整理头发，对啊，对，那我就教你一个非常简单，就是吹顺就好，对，或者是一些妈妈们在家里如果想要是刚好像以露姐这个长度的话，又想要不一样，其实这时候用电棒，然后用一些非常好非常简单的技巧，就可以达到有点弯度，然后又有点女人味这样子，对。哦，她反而要电棒，对，她反而要电棒。那今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，可是又是这一两年非常流行的卷度。嗯，对，一样呢。我们是先把发片分成横的，就是这样子一块，两侧的话就大概分两区，上下两区，对，分横的，分横的，但是可以抓厚一点，对，抓厚一点点。那你们在家里操作也会比较快。好，刚刚子欣是分直的，对，它是分直的，然后做比较小面积的蓬度的调整，对，明白。然后呢，这一小块一样是拉平行的，这时候我们电棒就没有方向的问题，就是拿平的，嗯，对。然后我们先从发尾最尾端的这部分开始。然后我们那个电棒的压头朝下，嗯，横的这样子放进来，哦，对，先夹发尾，轻轻的带一下，停个两秒之后你就放开，它有一个微微的弧度，因为雨露姐现在的长度也不适合过卷，如果尾巴太卷，它整个会缩上去，嗯，对，所以在尾巴的这部分就夹一点微微的线条，嗯，好，先第一个虚线夹好了之后呢，上面这一段就是变正的，刚刚我们是反的，这样这是反的嘛，对，正的话就是变压头朝上，这样变正的，一样一个往内弯，对，然后一样停个两三秒之后把它放开，它就有一个 S 出现，对，就是比较柔和的一个线条，它就不是这一种的，然后要直弯，对，直弯，大概呢就一块像一路姐的长度大概分三区加三次，对，先反的再正的，然后这边再反的，反的一样，这样反的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这边的头发往上拉。大概五年前我们有买过三管的，对，直接放进去，对，那种的三管夹，对，卷度对，它夹出来会比较炸。对，这会变成比较毛，而且它的三角形，对，线条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的自然。对，然后一样发根地方，这样。老师，为什么这种不能用平板夹？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说平板夹，如果你家里的平板夹选择不是圆弧的，它很容易会有个直角。嗯，所以那电棒它自己来的，对，它是一个圆弧面，所以就是比较不会有折到脚这个问题。对，那第一片夹完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 S。嗯，好，然后再一样换上面，横的，对，一样是分横的一块，然后先从发尾一样压头朝下，嗯，轻轻的往上转，停个两到三秒，然后放开，然后再就是搭这个距离，如果不会拿捏的话，就是这个电棒的宽度，同样的电棒宽度再移上来，对，就不会说哎，这个距离好像比较没那么好拿捏。对，上面一样，压头朝上，然后往内转，在上面的话一样反的，对。然后这时候其实把头发往上拉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小技巧，当然，要不然你一拉太紧，你下面两个弯就直了，对，所以稍微把它往上抬，一方面是这样，一方面另外因为我们的这个夹子是有一杠，
所以当如果你没有把头发往上抬的话，它有时候垂下来就会反而这边会有折痕，对，所以这时候它就会有点点这样子的蓬度。好，有哎，线条感，这很简单吧？这真的蛮简单，大家其实在家里都蛮好操作的，对。然后发根的地方，头顶的地方就不老气，对，它比较不会老气。头顶的地方的话，建议大家，因为一路姐是两侧属于比较窄，所以它会最塌的地方是这两块，对，所以在这地方，大家如果也是头型是大概是这种的这种类型的话，上面的分线就是窄一点点，我们强调做发根，对，一样。那我们这边的区域的话，我们就先夹发根，电棒靠进来，横的，然后一样。稍微等一下下时间，然后放开，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蓬度。先把蓬度底基先做好之后，我们再加尾巴，等于跟下面的顺序对调。对，然后一样先加尾巴。然后再换成正的。这个很简单。对啊，这个真的蛮简单，大家非常好上手。两边差好多，好好看哦，蓬度，那你觉得一路姐长得像九令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九令呢？九令，你是说九令的妈妈吗？没有啦，就是你真的很讨粉的，喜欢怒骂，喜欢怒骂，真的，真的，有像哦，有像。这个执法技巧大家不学可以吗？也太容易了吧！哇塞，九令卷好了耶！最后像我们的季节要定型啊，哎，那现在要帮九令定什么造型？好的，如果呢，大家在家里夹完之后，我就建议大家，如果可以选择一些轻的蜡，比方说像这种比较乳液质地的，可是它有一点点定型的效果。然后它本身的重量就没有这么重，那就是枕头，不管你是夹卷、夹或者夹直，都可以擦一点点，增加它的亮度。跟它的定型效果，对，所以你要在这个蜡跟刚刚它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刚刚的蜡水状，它是比较湿一点点的，对，比较软。那以露姐这个比较干的，对，所以它就是可以支撑那个蓬度跟卷度。明白。对，一样把它先搓热之后呢，然后一样由下往上，因为我们是尾巴是外翘，由下往上，对，然后一样这样往上，自己都会是，对，因为其实为什么要由下往上？你发蜡最多的地方是低下，所以当你是在发根的地方抓上去的时候，其实这边是最重的，对，所以一定要在尾巴最轻的地方，你要直接往上这样去揉，对，然后再慢慢的拨到发根，然后剩一点点剩余的再去搓发根刘海的地方，对，这样其实定型效果是最好，而且可以维持一整天，然后再把它稍微卷度整理一下之后，对，再塞给少女，少女，对，成功，有令，有令。真的很简单呢，只要一个电棒卷，上弯下弯交错，超快速就有一个浪漫卷法哦。